这还没进树林呢，都被蚊子咬了。这个嘴还在肉里呢。哎呀，今天又是大包小包，这是不是偷棒子，也不是偷桃，是偷梨。建哥今天穿的有点正式，像不像老板？今天你负责偷啊。放上装备，走了。你怎么唉声叹气的？你不想去啊？我怕有蚂蚱。没有。还有一点啊，咱不叫偷，咱叫摘，知道了吗？哦。这都是经过人家梨园的那个主人同意的啊，所以说啊，对不对你吗？对，是偷，是摘，摘不是偷。对，摘梨大军集齐了，又是摘，一、二，摘点梨还不够三辆车的油钱呢啊！你领着孩子们玩嘛，玩的时候你不说了。到了，看呀，这是走正门进来的啊。有钥匙的啊，不是偷。不行，柠檬穿着拖鞋来。哎，柠檬在这儿拔花生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花生真好哎。干嘛去了？柠檬，我看行，好吃吧？嗯，让他们拔花生吧，走，咱们去摘梨。啊，这梨不错啊。慢点啊，别掉到沟里去了啊。哎。哇，这梨不错啊。嗯。哎呀，擦一下。嗯，那是热水。你找柠檬干是吧？我说多汁又多水儿。嗯。哎呀，这个装备还挺全，还带瓜皮刀。走，爬树去，都也不用了，用筐。这个体重轻的就是有优势啊！你看他爬树呢，哎哎，偷梨了。这样的不都挺好吗？摘呀。回来，上得来下不起来。慢点慢点，摔着就不好吃了。看这不是这些梨都挺好呀，这样快点。这个人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下这么高。哎呀，这个被鸟吃了这一个。下啦下，慢点啊。慢点慢点，换个地方。半筐了啊，我姐没摘到，急了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来你爬这个树，这个树好爬。你看人家冯哥让建哥上他不敢上，我200多斤把树给他压断了。建哥今年夏天总共穿了3次裤子，第一次偷桃，第二次偷棒子，这次偷梨算一次。慢点啊建哥，下边是个坑。快看看这个长得像不像屁股。像你的屁股。这一筐摘满了，现在开始干第二筐了。哎建哥，快快快，他们都在抬着走，快走走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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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来了。这太多了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脸皮厚也不行。哎呀，又是一筐，开始走。走，三个点，这边还有好几颗呢。柠檬，柠檬，梨好不好吃呀？好吃。妹儿啊，在这上面吧啊。哎呀，这草太高了，幸好没让闺女下来。这光进慢点。慢点啊，慢点啊啊！你看我弟光长了个嘴，现在没这灯，你还能赶上？你看兔子的，收着没？偷的真带劲。你大不大？我两个手抱下来的。一个梨。妈娘嘞，这是个枣吧？快快快快，救援去！快点，我车怎么误车了呀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上车不来了。我上去压车，我上去压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胖子上去就是管用啊！哦，我的天，哈哈哈哈！哎呀呀，上去了，嘉哥害怕吧？不害怕，热的。走车，走人。哎呀，今天又挨蚊子咬又挨晒的，弄了两筐。建哥是属于什么？人家在那儿忙，他在那儿瞎忙，其实啥活也没干。使劲啊建哥，啥也不干叫你。连树枝也要拿着。就我没干活还出汗多。我们这一群人今天摘了又得200多斤米。又沾光了。忙，你爸让你摘的花生摘了吗？都吃了。哎呀，我咋感觉今天偷摘梨是次要的，吃饭是主要的。这发现了，
这是在一个小山谷里啊，要是下雨那边再有流水就更好了。和螃蟹，那这的特色，这个炖鸡好不好？就是在这个棚子里拍出来颜色可能不好看。这个是笨鸡蛋，这是水晶丸子，山里的小野菜，这是山里的小鱼儿吗？倩哥在这儿拍着菜，嘴里还流着口水。快吃，柠檬，这个笨鸡蛋好吃不？好吃。回去吧。倩哥又喝上了，让喝。柠檬就在那儿吃。哎，闺女，你咋吃了第几个鸡蛋了？两个呀。嗯。这个鸡蛋太好吃了，爸爸，你看这个黄瓜可香了。嗯，调过来我看不都知道了。吃饭了，我们去分梨，人家建哥喝多了还没忘了呢。大家说好啊，这两筐梨咱平均分，谁也不准抢啊。不行，筐是我的，再筐是我的。我家的呢？没有。走去装梨。都让他们分了，你都没有了。这个梨不真不错啊，我吃的是又脆又甜。那提上这两兜就可以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拿了，没有了。装满这个袋就不装了。这真是纯天然无污染的，你看这虫子口我看见了吗？要人撒东西，剩下都是我的了。哎呦，今天虽然热虽然累，但是玩得很开心。行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啦。嗯，哎哎哎呦，这俩还没挑完呢。哎哎哎，建哥给你这个狗蛋。我不要。